晚安，宝贝。休息的时间到喽。我是香香牧师，我要用神的话语祷告，祝福你今天有好的休息。圣经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当你放手，安息在神大能的同在中，你就会明白，耶和华上帝是你的神，是你的主。你安息，他就做工。爱你的天父正等候要施恩于你，为你成就大事。哥罗西书四章五节，你们要爱惜光阴。这节经文希腊原文的意思是，你们要赎回时间。天父的宝贝，在你的过去，如果曾经发生过遗憾的事情，你非常的后悔，希望上帝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可以做对的选择，说对的话。曾经你问上帝，我的人生可以重来吗？如果这是你心里的呐喊，现在上帝要对你说，可以的，你的人生可以重来。因为圣经说，你可以赎回时间，而且神要你赎回时间。赎回时间是神对你的心意。那你问，赎回时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根据希腊原文的意义，赎回时间是上帝要为你修复，买回你过去搞砸荒废掉的时间，使你重新回到上帝永恒的计划。赎回时间是上帝要从仇敌的手中赎回你的过去，使你过去不好的经历不再成为对付你的武器，不再成为对你不利的控告，不再成为辖制你的力量，不再是羞辱的记号，不再是失败的标签，不再是痛苦的记忆。赎回时间是上帝要把过去你被仇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，从黑暗势力中夺回，把原本属于你的归还给你。赎回时间是上帝要揭穿仇敌欺骗你的谎言，叫你清醒过来，释放你进入真理的自由。赎回时间是上帝要补还你这些年间因为看错了人、信错了人、甚至爱错了人所浪费掉的岁月。上帝要直接给你对的人，使你们一拍即合，仿佛命中注定。赎回时间是
上帝要给你新的机会，新的人脉，拿回你过去失去的关系、房地产、金钱、健康、名声、爱情、喜乐与平安。神要恢复原本上帝要你得着的产业与地位、恩宠和幸福。天父的宝贝，你的神是时间的主，他创造时间，拥有时间，掌管时间。在圣经里，这位神曾经为了约书亚停止了时间，约一日之久。这位神曾经为西西家倒转了时间，约有40分钟。这位神也曾经在迦拿的婚宴加速时间，把水变酒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这位创造时间、拥有时间、掌管时间的主，现在要介入你的时间、你的环境，他要对你的心说话，他要医治、修复你的灵魂，改变你的过去，补还你失去的年岁，把原本属于你的归还给你。现在，我要拿起神你给教会的权柄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宣告，现在转化属灵的氛围，进入天堂模式。亲爱的天父，现在正与你同在，环绕你，抱抱你，爱你。天父的宝贝，神要对你说，你自出母胎就被交在神的手里，从你的母亲生你，上帝就是你的神，创造你的是耶和华，造你的这位神现在对你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。天父的宝贝，自你出母腹，上帝就提你的名字，呼召你。他在你身上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他对你说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我必因你得荣耀，我创造你是有目的的，是有一个荣耀的计划，而且这个计划的结局已经定了，结局就是我必因你得荣耀，而且这个结局已经写在你的生命册上了。安定在天，立定在地，你不是羞耻的，你不是多余的，你不是没有人要的，更不是没有人爱的，你是我深爱的，
你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你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你是从神生的，是我的孩子。我创造你，甚是美丽。我看见你，全然美好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过去的劳碌不是徒然的，你这一生所尽的力也不是虚无虚空。你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你的赏赐必在爱你的神那里。虽然你曾被人藐视，被看为渺小，好像没有人在乎你，觉得你不重要，但天父要对你说，我要恩膏你，我要用我的荣耀遮盖你。当我的荣耀覆盖你的时候，你就成为有重量的人，你就成为尊贵的。君王看见你就要起立，官长看见你就要敬礼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神要使用你复兴神的国度，叫被掳的归回，被囚的出监牢，被辖制的得释放。神要使你成为外邦人的光，在黑暗的极处点燃世界的盼望，叫世人借着你看见了神的救恩。天父的宝贝，神恩膏你，不是因为你的行为，是因为你的身份，是因为你接受了神儿子的名，你就披戴了耶稣基督，回到父神的家，被恢复神国王子的位分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的眼睛要打开，看见原本属于你的身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走进你的身份，活出你的身份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现在就是神悦纳你的时候，神要应允你的呼求。现在就是神拯救你的日子，神的帮助已经来到。奉耶稣的名，我要对那个曾经被捆绑过去的你说，你出来吧，你已经得自由了，你是新造的人，上帝给你一颗新的心，你再也不一样了。奉耶稣的名，我要对那个在黑暗中过去的你说，你要发光，因为神的光要照亮在你的身上，你是光明之子，你不再受黑暗国度的管辖，你行在光明中，
即便你再次犯错，也是在光明中犯错，是在光明中被饶恕，是在光明中重新得力。神的国度中，永远有一个你的位子，是为你存留的。奉耶稣的名，我要对那个饱经患难过去的你说，死因的幽谷已经成为过去，困难的大山已经夷为平地，你的脚要踏入平安之地，你要进入永不能震动的国。奉耶稣的名，我要对那个陷入忧郁深渊过去的你说，你要喜乐，我释放喜乐的膏油浇灌在你的生命中。奉耶稣的名，我宣告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神的喜乐，神以你为喜乐，你也要以你自己为喜乐。忧郁的谎言要永远离开你，喜乐的真理要住在你的里面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现在上帝要医治你，医治你的灵魂，医治你的记忆，你再也不会饥饿干渴，你的过去再也不能伤害你，过去的错误再也不能抓住你，过去的失败再也不是你的定位。神要使用你经历过的患难，为你修筑高速的道路。神要使用你经历过的痛苦，为你铺成平安的航道。神要给你隐形的翅膀，让你可以展翅，飞越所有的困难。天父的宝贝，爱你的天父要对你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。即便有人忘记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忘记你。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，或许你以为神忘了你，但神说，他都在，他都在，他没有一个时刻忘记你，因为神把你铭刻在他的掌上，你是上帝的掌上明珠。那些毁坏你、使你荒废的，必要离开你，不能再回来。那些在你生命中曾经让你失望、受伤的地方，必得恢复，要成为可喜悦的。没有后遗症，没有疤痕，你要找他们，你甚至找不到任何的伤痕。你问神说，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？被掳掠的还能解救吗？
今天神对你说可以的，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，就是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，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耶稣是你的拯救，是你的救主，他要拯救你。他不只是你的老师，跟你说你要先学会这个我才拯救你，不是的。当耶稣看到你，他就直接拯救你。你日夜期盼的人要急速归回，神曾经应许你的必会成就。耶稣要拯救你的儿女，耶稣要拯救你的产业，耶稣要拯救你的健康，耶稣要拯救你的财富，耶稣要拯救你的命定，你的呼召，因为耶稣是你的救赎主。耶稣是你的中保，耶稣每一天都看顾你，耶稣就坐在天父的右边，每一天每一刻为你祷告，为你代求。耶稣要拯救你的过去，赎回你的关键时刻，带你进入生命中新的季节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从今天开始，在你的里面要建立栽植属神的信念系统，重新恢复你爱的能力，使你可以接受爱，也可以再度的爱人，仿佛没有受过伤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每一天都有耶稣的恩典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你同在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你会经历天父永不断绝的爱。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，又为你复活。因为耶稣的血，你所有的罪已经被赦免了。因为耶稣的鞭伤，所有攻击你的疾病已经被医治了。耶稣已经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也住在耶稣的里面，你就住在天父永不断绝的爱中，你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随。你已经因信称义，永远得救了。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，你必因信得生。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，你已经大大蒙福，深深被爱，备受恩宠了。永远记得，天父爱你。
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